我现在身上只有食物和羊毛，但可以直接杀掉坚守者。你不信？这可是我辛苦钻研一个月，然后在万王大神那里学的技巧。在坚守者出现的瞬间，我们一个左正蹬，兼一个右边腿。你看，这坚守者就被我们关住了，听又听不到，摸又摸不着，吼我们两嗓子，我们出来就完了。MC 最强 BOSS 就这样。接下来99%的玩家都不知道的东西，浮空气泡柱。没错，气泡柱这个东西本来是无法浮空展现的，必须有水和灵魂沙才行。但在手机版里，我们可以用细雪一层一层把水吞掉，接着再用传送门把灵魂沙卡掉，这样面前就会出现一个没有水的气泡柱，非常离谱。至于有什么用嘛，当然是当着好朋友的面展示魔法了。毕竟我的 MC 视频偏向在朋友面前装逼，时间短，完播率差，全靠屏幕前的你支持来改善。拜托大家现在就可以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，也可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，让他做建筑帮你设计梯子。玩 PVP 不怕被他暴揍。下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，一键收小麦。我懂我懂，什么自动农场之类的都出来了吗？自动化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很麻烦的，而现在只要我们把农场建在地下，再把周围的光源全部挖掉，这样一整块农田的麦子全部平地而起，非常的方便。单兵船是一个很正常的交通方式，和我们正常的赛道并不能控制住方向，像我这样搭建就可以平稳又快速的斜向运动，美观又好看。最后给守卫者摁在船上，再来一瓶隐身药水，我们就可以让船装备武器，镭射光哐哐攻击啊！当然只能对朋友生效，快去找朋友试试吧。